我们现在要去跑趴的马拉松，马拉松吗？马拉松，对，两个 bar 加一个 night club， 有点紧张，然后不知道这边长什么样子。对，我们要 stick with 大家。好兴奋啊！有点兴奋，觉得刺激，好像蛮多人在排队的。海角。群的 crowd 就是在移动，这个开车才傻眼。对，他超傻，因为超多的人，一两百个人在跑脱。我们在第二家，第二家好明亮，超明亮哦，后面喜欢吗？你们喜欢哪一家？这一家，这一家，还是以为在跟观众讲。吃，然后带了优格。录完了。刚刚 Fortune Cookie 吃完之后，因为这是从图书馆的人给的。他说图书馆是个很神奇的地方。OK， 这是 Fortune Cookie 吗？我们要去上课了，这是正式开学第一天，要加油！加油！连上什么课都不知道，叫做 marketing strategy， 相当于这是我们的教室，图书馆的借书书体验，翻了两本，就是感觉跟以前西洋文学概论一样，很厚很重的书，希望我们会认真看，所以我觉得只能加减稍看一下，好有认真的感觉啊。很像我们回宿舍的路，对，觉得很美。看我们宿舍旁边还有这个小瀑布，自己说小瀑布，然后它这种鸟，我不能吓它。就是天气好的时候，它们都会上来这边，就是上岸晒太阳。努力的学生，好久没有上课了，注意力有点难以集中。热舞社团就是跳舞社，然后今天要体验一个小时一磅，一堂课一磅的
Jazz， 不知道跟 New Jazz 怎么样？走这，哈哈，哎，觉得如何？我觉得时间太短了，人太多，但是很好玩，很好玩，人那么多，大概是这么多，超多。我现在应该看起来很狼狈吧？好累哦，很好玩，但是我们都有运动，就是 Jazz， 像晚上要体验中级 Street Dance， 还蛮有趣的。觉得自己好青春，好，回去上课了，晚上再过来看。好的，我要去上第二节的跳舞课了，然后突然之间有两个被拉来的通告，我们要去上 street dance， 太胖了。我觉得跳舞蛮爽，但是跳完舞再去上课，好想睡觉，暴汗，真是暴汗。然后你知道我这边穿短袖吗？在这个天气，我从来没有穿过短袖。天哪，你好变态！屁咧，我怎么穿短袖是变态啊，好奇怪哦。专业是什么？就是比较 new jazz 一点。那来一段。啊，女舞类的吗？我刚刚有看出来。很开心，老师刚刚还说这是这个胸口。不要弄成那个圆圈圈的。是 jazz 场。所以这个就是你擅长的。对，因为老师今天教的时候，早上的那个下午那个 jazz 课，就是他是可能这样胸口律动结束之后，就会叫你快一点，再一点胸转。可是老师刚刚说你就要啪啪啪啪。分开的，对对对，我没有很会跳舞，但是我